好，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儒家复兴的一些看法啊。这复兴的大环境这个都很大家都熟悉，所以我不要细想。现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在整个淡出、淡化，淡出。我本来想这什么样的词比较好？完全退却、彻底毁灭？哎呀，淡出可能比较好一点啊，淡出啊。这个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就是大家都吃饱了、喝足了，很多中产阶级。那么这个时候，你除了给你的儿子、孙子都留够钱了以后怎么办？我没吃的时候，当然要想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做。有了吃了，就像我们保国保种都保住了，下面怎么办？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人，我的一个堂兄，他呢，退休以后没事干。他呢骑着自行车，他先从把家里的家谱是从哪翻出来，完了以后呢，他去寻着这个说啊，我们老家是在山西洪洞县，啊，山西洪洞县，我骑自行车，有好人啊，有好人，山西洪洞县，骑着自行车从洛阳骑到那儿，挨着问大槐树下面问，想办法找到我们老家。可是为什么人他要有一个寻根呢、啊？一定上一定年龄了、啊，他就说我是从哪来的？我要到哪里去？他是要问这个问题，啊！但是儒家他不会想那么多，他会说，但是他这个归属感，这个家谱他有个归属感，就是说，哎，我属于这个家族，我们过去什么样，家训是什么，都能查出来。所以他骑着自行车回来以后，编出一个家谱告诉我们。然后呢，他把洛阳城原来的什么茶院，什么什么集市，什么地方，他就以寺庙。一个一个的画图，画完图以后就给大家分享说，原来100年前、200年前我们洛阳市景是这个样子的啊、哦！大家看看，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所以他是你看他要这个基因呢、啊，遗传基因不是生理上的基因，文化的基因你要遗传。他到这个年龄了，好像寸草皆知啊，是到了一定的季节，到了一定季节，我说为什么我到40多岁就想起来好好读读儒家文化？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你觉得，哎，这个文化那根小时候的一些记忆都有回来，所以你要去追随它。你有了时间，有了空间，就去有一个空闲就去追求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世俗化这个浪潮。当然，这美国可能跟加拿大还不一样。我问我的学生上宗教哲学的课 ，philosophy of religion， 我说你们大家有多少人读圣经？35人一个班，有那么2-3个人举手，然后有一个还这不敢肯定啊，到底我读还没读，不敢说。那么我们一般的统计认为，这是美国的70-80%的人都是要信教啊。那么但是加拿大它世俗化过程，就是你看他不，我就说作为文化文本你要读，就像中国人有机会一定要读读孔子啊，没有时间读那么多论语，好好读读啊。所以有时候教会的人跟我讲说，咱们一块学圣经，我说好，我说那咱们一块学孔子。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世俗化这个过程呢，我就说这个很多学生他就作为一个文化文本你要读，也不用说你去是信不教，不信教。所以这个世俗化这个过程呢是很大的，从比如说心理学上。Sudbury， 咱们这个安大略省里有一个 Sudbury， 有一个，心理学家，他研究了，他把人搁到实验室里头，然后把他头上戴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卡子，然后又通过刺激你的不同部位，最后这人就说了，哎，我见了上帝了，我耶稣跟我谈话了，或者怎么样的，都是神圣的经验。那么这个在心理学的杂志上一发表出来，人们就说啊，至少我们证明了。所谓神秘性的经验，它可能有物理上、生理上的基础，那么就不一定是从一个完全神圣的超越的东西来的，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解释不了，其实所谓灵魂、所谓来世，都是人们无法解释精神现象的一个结果，没法解释了，阴阳不测，这为神，测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弄了，我们就给他安一个神。那么现在既然我用自然方法可以解释这个了，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对
对这个神圣的这个信仰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有一个叫 Greater Vosper， 是多伦多联合教会，这个人他宣称女的自己是无神论者，他是牧师啊。所以，但是因为联合教会是相对来讲比较开放，但是还有好多人不信。他一宣布我是无神论者，他说了，我不认为有一个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然后呢，这个是主宰者，我们向他求，他会给我们 promise。我认为，他说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爱没有了，并不等于说这个慈悲没有了，所有这些都还有。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一宣布这个，100多人的教会剩下30个人，可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增加到90个人。这部分人是相信他的这一套。他有，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他书。刚才我引用了一段话，是他那个上面，叫阿门，那个阿门。所以这是个世俗化大潮。现在已有的设想和做法啊，我这个就简单讲，大家都知道的。张祥龙，北大一个教授，原来留学美国的，搞儒家文化的，香港人，香港出生，北京长大。他是现在在山东大学退休，北大退休的。他强调要儒家保护区，他说让政府划一块地，我们就在这儿把儒家的一套做出来。好多人说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了，这是稀有种子，没办法，我们强势的西方文化没法竞争，我们得想办法弄一块。你不是要保护稀有种子吗？你不是要保护稀有动物吗？我们也要保护，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还有呢，这个说起来是净空法师，他是搞佛教，但是他也儒家的情怀很深，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有视频的。他是汤池小镇的，他搞了一个试点，完全按弟子规啊，儒家这一套啊，孝敬父母如何如何，地方戏什么的都弄回来了。你看那个视频非常有意思。他推广一个途径，他就认为我们先从一个试点开始啊，先搞一个内地，慢慢再扩大。还有呢，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人民大学的人还这个就是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他说把孔子的像放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地点，所以我们放到这个佛教的寺里面，放到道教的观里头。这个办法到底可行不可行呢？我觉得至少他是心里想着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啊。蒋庆，这是大家可能知道，他是新儒家，大陆新儒家的一个代表，最近写了不少书，也到处演讲。他在贵州这个王阳明那个搞了一个阳明经舍，他在那里，他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搞政治儒学，就是说原来我们有大学儒学，这杜维明他们这就是大学里，然后有这个新兴儒学，牟宗三、唐君毅，这个香港、台湾这地方人他们搞，但是呢，他说这个还不够，啊，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不够。所以蒋庆他要讲，要加上政治儒学，他要儒家宪政，要搞一套系统，哎，这个呢是很大胆的一个设想啊，而且你可以从他身上。包括他还有那个张祥龙，你就可以看他的文章，有一种我感觉有一点接近于唐君毅的，中华民族花翎凋落，然后下面怎么办，有的人是幸灾乐祸，看他写的文章啊，衰弱了，解体了。有的人呢，是你看他们的文章，你觉得哎呀，这个人是真心爱儒学，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书院恢复，刚才我讲了，郑州有个开发商盖一所房子，盖几所房子，盖个社区，搞一个书院，连杜维明都请去了，给他们讲，各个大学请这个儒家人去给他们讲，啊，要恢复这个，这个都是。还有呢，就是蒋庆他们，还有这些国内儒学，他们成立了个中华孔圣会，在深圳，他们的希望就是民间，然后整合，哎，这个是一个啊，第三个方面就是问题和展望。基本的思路，儒家呢，从学理上讲就是内圣外王，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内圣就个人修养从家，外王就是社会的层面要做。一会儿我会讲这个社会层面，因为内个人修养这方面讲的太多了，啊，但是呢，没有这个政治层面，实际上是个人修养方面会出问题，就是没有支撑的。操作上叫上行路线，政治儒学，一般的人思路；下行路线，
就是民间团体啊，这个雨后春笋慢慢起来。我们的海外这个路线就叫也属于这个下水路线。这个达老师讲了，要海外包围啊、国内这个路线，这是我们的一个啊，还有个中型路线，就是张祥龙他就讲，我要搞一个社区啊，搞一个特区儒家特区，这是一个中型路线啊，这个都不多讲。在建制方面，这个太重要。这个太重要。你想想，我们的飞沙文化论坛如果没有安徽给我们这块地儿，我们就飘在那儿。今天借图书馆一块地，明天借个得有个地儿啊，安居乐业。人是这样，文化也是这样。你夸一个大寺庙往这一盖，夸一个大楼一那一盖，聚气呀、啊。这人知道有个地儿来，对不对？你没有地儿，这儒家文化是空的，必须得有。人道教为什么没有毁灭？佛教为什么中国发扬光大？就你得有一个硬件，一个建制必须有。这个游魂的这个余英时喊了半天，我们游魂，但是谁来把这个游魂给他有一个安家的地方？光吆喝不行，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但现在恢复这个孔庙书院，但是民间还要有其他的东西，一定要有其他的东西。不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孔子那时候教学生是怎么个教法，就是说他集中到一个空场地吗？还是有一个大的一个什么什么空间？当然了，说是3000弟子，那72个就都72个这儿都坐不下了，你得总得有个地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解决了，这早早晚晚这个得要解决。儒家要不要宗教化？刚才讲了半天，儒家从精神实质上它是不一样走的，但是呢，这个是争论很大的。刚才你也讲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儒家是不是一个宗教？你看道家原来是非常理性的，然后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理性的，结果佛教一进来，哎，我们中国没这东西，哎呀，太吸引人了，哎呦，18层地狱啊，因果报应啊，菩萨信仰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晕了，哇，原来还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好，全都信他那个，所以这个。中国知识分子说，我们也来做一个跟他们差不多的，是吧？你有 Facebook， 我有微信，所以他弄一个道教，哎，神都借过来，是吧？好多神都借过来，是吧？还有忏悔的仪式都借到来，然后佛教，你光用佛教禅宗那个玩意儿，它不能直接吸引很多，那可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这都可以，但是呢，净土宗更简便，是吧？往生西天呐，谁不想死了以后移民到，活着的时候都想移民加拿大，那死了以后更想移民到西天了，所以这个吸引力很大。但是我们要不要做儒家这个东西，做还是不做？康有为试过，康有为那时候算是一个对儒家文化很情有独钟的，他很喜欢，但是呢，他又委托他手下的人去搞一个孔教会，然后孔子是教主，我们一套系统完全按基督教，快赶快弄，然后还要跟政府结合起来。结果当时这个反帝制这个东西浪潮太强烈，然后你说什么都不行，那时候连文字都坏了，汉字都不行了，汉字都是我们的这包袱了，就全部改变，改成拼音文字，这玩意儿有点太过分啊。然后呢，这个浪潮就被打下去了，所以他这个就没有做成。这个康有为也跟孙中山一样来过咱们温哥华、维多利亚，这他自己的记载都有。他到这儿来了，这爱国热情，大家都在很关心国家，他都记。OK， 这个下面一个就是这个复兴跟这个政治关系，这个我就简单讲吧。我们现在恢复了传统节日，这个建立了孔子学院，那政府也是重视，是吧？但是我们到底，我主要讲咱们民间路线，对，政府有政府。他自己有自己的，所以我去年我在香港开会的碰到一个武汉大学的搞儒学的，我说老先生，你认为他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说儒学，我说你认为这个儒学复兴要不要政府的支持？他说，哎，最好不要，弄不好就弄乱了，哎，还是要民间慢慢发展。然后呢，你看这孔子雕像，前几年大概是2011年什么时候，天安门广场竖一个大孔子，大家记得事儿，一个星期以后拆了。哇，这里头的
此处省略几千字，里头问题很多，我们就不细讲啊。这个如何培养专业人才，这个儒学人才很重要。你像孔子没有弟子，孔子学说不会流传。释迦牟尼没有那么多弟子，500和尚坐到一起念经，把它都记下来，不会成为一个大系统。耶稣没有他的弟子，特别是保罗，这不可能有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复兴儒家一个人不行，得一批人，而且还要后续部队。你看那个佛光山，他们佛光大学，整个一套系统建立起来，是吧？这个一定要做。还有，但是呢，要跟商人建立联系。这个这一点肯定有的人说啊，我们纯粹的学术的，好，可以这么做，你愿意这么做也行。但是这儒家没办法，对，儒家他就是关怀世界，他就是让你必须，当然你的政治的理解也有纯洁的政治，不纯洁的政治，但是儒家一定是关怀入世，这是他的根儿，这是他的根本。所以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变成超级市场啊，你最后弄的这是富人俱乐部了，麻烦了。那一定还要有他儒家自己的命，这当然是长远的。短期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吸引那些爱好儒家的文化的人，然后呢，能够这个在民间各种各样的百花齐放。我跟达老师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西方人你要跟他讲清的儒家的思想，他们很多很喜欢。我在匡德南开这个中国哲学课，有几个西人啊，有两个人，两个都是70多岁。他说我住在 Richmond， 我不知道中国这么多中国人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听一听。然后又讲孔子，哎呀，讲完孔子他说哇，真好啊。他说我发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象那个孔子的那个头像前面就有光环出现，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他有一定的感染力，你知道吗？他那个西人同道，他的无神论团体、人道主义团体很多很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Greta Vosper， 他作为一个无神论的能到神这个牧师这个阶段，这个是很厉害的。学理方面啊，这个儒家资源要有一个转化啊，我这里就不细讲，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大的问题要讲，所以我。家，你看50%的北美人离婚。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就住在一个跟两个洋人孩子住一起 3-bedroom we share， 两个孩子家里都离婚了。那小孩总是觉得有点，犯罪心理学里头讲，这是问题家庭出问题孩子 ，statistically 没问题。可是，由谁来保护这个家？儒家就是保护家。那么。西方人他这个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家，小孩刚才我讲的小鸭子，他跟着他妈妈的就出问题了。那孩子也一样，最需要帮助爱护的时候就是家，谁能代替你的父母？没有任何人能代替，这必须是。现在我女儿回来，我上学回来，我问她，我说你们学校班里同学有几个人一星期他们的父母都坐在一起吃几顿饭？女儿。哎呀，我说我们家已经很不错，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吃饭。很多人双方父母都不在，孩子自己买点东西就完了，啊，这不是也有，这个小孩学坏，家里的因素占很大的程度。我经常说代沟问题，80%是大人，20%是小孩，不能说小孩一点责任，但是大人能不能？你看那小幼儿园的小阿姨。小孩回家的时候蹲下来跟小孩握握手让他走，我们能不能蹲下来屈尊一下？我原来根本没有 Facebook， 我就后来发现我孩子不跟我聊天啊，没时间。我说女儿给我设计 Facebook， 我不会弄，你给我弄好设计 Facebook。 现在我一发 Facebook， 哎，人家给我回了。你得适应他，你不能说哦，二战的时候我在那干什么什么，但他不知道，你得历史发展，你只能往跟他，但是记住不要屈尊完了没原则了，顺着他走，对吧？有句话叫要想让孩子一事无成，就让他心想事成，那就完蛋。儒家是要引领的，你做父母你没有引领，该切断的时候切断，
该这个这个要，就坚持原则，要坚持原则。养老，临终关怀，孝道里头能不能跟这个挂？五伦里头，君臣，我们改成上下，是吧？你当然要创造性转换，是吧？然后夫妇，兄弟，这个朋友，但是这个君臣和朋友，他是超越血亲的。这一点你要给，你不要以为我们主家光讲血亲，这里头就没讲血亲，我们也要用这转化。还有呢，我就是你看大家里头基本上从哲学上讲，我们摩宗三那一代，然后李泽厚这一代都是康德的专家。那么康德我认为是打通，不是黑格尔，不是马克思，是康德。康德是打通中西哲学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因为我偏中，我很喜欢维特根斯坦，所以我觉得维特根斯坦对人生的理解，对理，就是仁义礼这个理的理解，非常像对人生的理解，对此生的理解，现世的理解，对道德的理解，对花言巧语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是最反对花言巧语的，所有形而上学这些争论都是花言巧语，他是很反对，所以跟孔子非常接近。还有就是要宣传孔子的思想，要全面。我在教会，那是在渥太华的时候，有一个西人的朋友，他跟我说，哎呀，我很喜欢你孔子的思想，但是他还差点。我怎么？他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消极的。我们要讲怎么帮助人。我说你从哪得到这消息？他说我这儿有一个杂志，我们教会印的，牧师讲的。我说你看过《论语》吗？没有。那你就敢这么说？然后我说你看看《论语》，我找出这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哇，你们也有道德金规则呀？我说怎么了？你要咬我一口，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要全面，要准确，全面的虚，不能是这里头一定要有个立场。我觉得宣传里头和而不同说的太多了，和谐和而不同啊，你儒家的立场还要不要？说和而不留，就是说需要我，如果我声称我是一个儒家，那么我们就要按儒家的来做。这和而不留，就是说我不能随波逐流。今天别人说这个，我跟他走；明天说，那你就没有儒家立场。哎，这一点呢，强调的不够，好吧？这得强调不够。好，下面这是我前面稍微讲快点，是为了讲这个大问题啊。这个就是儒家，大家都说儒家缺少这个公共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广义的理解。我先举两个例子，就是这个蔡农啊，我。老家我舅舅家，我妈妈家都是在农村，那么他们那地方就是郊区啊，菜农种菜。那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去那个菜农那，我看他们种菜，他说你看这块菜是卖的，这块的大家报道也看到了，这块菜是我自己吃的，这块什么肥料什么东西都敢上，这块呢我自己吃的，那我不能上。那么村里有磨面。磨面的说自己吃的磨的面，这个什么添加剂都不讲，这个别人来了弄点白的，加点你弄出来白的，哎，很好，人家拿走了。这里头就是说，我自己的和其他的这是两个方面，我分开。他没想到你还在买别的东西，你买别的东西的时候，别人也都这么想，最后谁倒霉？大家都倒霉。所以。没有一个公共道德，只是光搞家族这个，那是不行的。所以光讲个人修养，那他们都这么弄，我也这么弄，所以不行。这个，去年夏天，我一个多年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学来这里，他这个来了以后呢，他就是我带他去外面玩，我带他去这个 Boundary Bay。我跟他讲，他抽烟抽得厉害。我说，你那个烟头抽完以后，你别扔到那地下，你给他扔到那垃圾箱里头，那旁边就有垃圾箱。然后呢，他就抽，抽完以后，他啪就扔到地下，然后他拿脚一踩，
一拧，然后我说我跟你说了，让你捡起来，就让你扔到垃圾箱里，为什么不？我已经把它踩灭了，如果要是在国内，我连踩灭都不踩灭。嗯，哎呀，我说这也不行啊，我说在这儿咱入乡随俗嘛，我就给捡起来扔垃圾箱了。好，我们俩就在那玩回来了，到我家里后院一坐，他又开始抽烟了，抽完烟给我拿一盒，我给他掐灭，搁到这盒里。哎，我说这会儿你怎么知道？你给他踩灭，在这踩灭。这是你家呀，这是你家呀，我不能给你家弄乱了，你看没有？这有一个内外之分，他外面的跟咱没关系，可是哥们儿那早晚就有关系了，那雾霾有没有关系啊？早晚他就找回来了，你把水污染了，把土壤污染了，把空气污染，最后你谁倒霉啊？大家都倒霉，所以没有功德，没有，但是这个根子在哪里？啊，这个是根子在哪里，要做一些分析，是吧？这根子到底在哪里？不能全怪儒家，但是儒家这方面有责任，要来、我们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好，但是老吾老是一个方面，以及人之老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吧？你说的容易啊，我爱我的父母，我推恩以后我要爱别人的父母。我爱我的老婆，我推你以后也爱别人的老婆。我那个邻居，是吧？我爱我的邻居，我爱我的邻居，我邻居是贩毒的。我爱我的邻居，我哎，哥们儿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给你卖两包，不是那意思。所以这里头呢，这个以及人之老学问大了，对，怎么转换过去？你没有一个见智是不行的，你没有一个见智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转化，是吧？你爱别人的小孩和爱你自己的小孩和你爱别人的老人，这个是。所以现在呢，最近不是通过了一个法，叫这个慈善法，对吧？慈善法呢，你要帮助别人，要建立一个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是不行的，光凭良心不行。光凭良心，导老师以前也讲过，就是仁智勇还有一大堆，这都是联系着的。你光有人，你没有光有一个善良的心，没有一套制度建设不行。你没有一套智慧的方法不行。我女儿5岁的时候，我们住在那个 Heather 那边，那旁边不是修了一个新的公园吗？那里头有好多小鸭子，她高高兴兴，她姥姥带着她去喂鸭子，拿了好多面包扔，一看好多小鸭子过来了，她一着急，小块变成大块一扔，结果有个小鸭子吃一大块。憋死了，回来哭啊！我杀死了这个 duckling， 我杀死了这个 duckling。我说，你知道吗？你有好心，但是你没有方法。你那么小的鸭子，你喂了那么一块儿，他哪知道啊？这一吃，这一生的一个教诲，光有好心做不了好事，一定要有一个制度建设啊！这一点呢，从传统上，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村里人都互相认识，哎，这家人有病了照顾一下，没有那么复杂。现在社会这么大的人口，这么大的复杂程度，没有一套制度是不行。这个转化，中国文化适应能力很强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做够。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一般就讲啊，你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好像是个线性的单一的过程。实际你要仔细想一想，你修身是在哪修啊？在家里修。你治家是在哪？在社区，在国家里。所以我说儒家修身跟这个政治、跟这个社区、跟这个国家是紧密相连，不是单向的。我关上门先修，修完身。所以这个语言呢，你要考虑清楚，就是语言呢写出来是线性的，但它的道理不是线性的，它道理是个综合的。所以为什么心性儒学呢，在这个方面我估计他读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搞明白，就是光强调这个修身了，修身本身没有一个制度保证是不行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现在路上假如有10个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7个人超速，2个人想超速又不敢超速在犹豫，有1个人死活不超速，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啊，这七个人是小人之风嘛，这厉害也厉害，君子之风厉害，小人之风也厉害。这俩人在这犹豫啊，超还是不超？不超我就有点吃亏。哎，
因为他们都超标，那么我也想快点，对吧？那么好，你没有制度保证的时候，现在夸过来一警察，前面七个人全罚，一个跑不了，下次他还敢吗？这中间这俩人犹豫的时候，一看哇，超让你超，超了就罚你，我也不超了。前面这七个人都认识交通队，嗯，没事儿。这俩人说了，那我如果他们没人抓我，我也超，干嘛不超啊？看，拽下去了。没有法治建设，道德提升不管用，你个人修养就剩下最后那一个坚强的君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超，不行，一定要有组织建制，然后把这个七个人都变成了不超速，然后俩人在这犹豫，最后又给带解决了，最后有那一个抓起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功德方面，所以我说要讲一讲柏拉图啊，柏拉图，他就是这个他讲正义的，个人的正义和这个城邦的正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光讲个人正义，比如说我借了我朋友的一把刀，那么按理我借他什么，我要还他什么，这是个人正义。可是呢，现在他正在气头上，他很可能拿着刀到街上乱舞一气，杀人了，放火了，这个怎么办？这时候我就不能还他。那这时候我要考虑到社会的正义，就是团体的正义。所以这个你要不分清这个，光说啊我个人讲道德了，那好多好多人腐败分子也会说，我讲道德来，我爱我女儿啊，送她出国了，那钱全是我贪的，我爱我老婆，把她送到那儿了，二奶三奶都在胡德华，对吧？我爱他们呀，我在个人道德上做得很好，那有没有社会道德？所以这里头如果不讲社会道德，你的个人道德就被扭曲了，最后我爱我的老婆，我老婆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最后出问题啊。所以这是两回事，这西方这个方面讲了很多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比如说苏格拉底他被判死刑，然后让他喝这个毒酒，然后就死。那么人说他的学生说了，那你判你是做，特别是柏拉图说判你死刑，这种纯粹是错误的呀，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没有做坏事。那苏格拉底说，我会想方设法证明我没罪，但是如果政府他们最后判的是这个，我就得按这个执行，因为社区的法大于我个人。哇，这是不简单的，这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已经被冤枉了，他还要维护这个社会系统啊。这个在柏拉图看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不一样，至少他们是有差别。我们儒家呢，是从父母和子女的这个关系推到了这个管理，这个推是可以的，从情上推，但是从理上它是不一样，尤其是现代社会是不一样。所以在柏拉图来讲呢，是社会法律是优先的，他呢是有一个宏观的解决，God eye view 或者 bird eye view 是这么着看下去。所以他要看，我不管你是谁，你在这个社区生活，在这个国家生活，你就得按照我这个统一的法律来执行，不能说你爸爸是市长，你就我爸爸是李刚，所以我就得怎么样怎么样，这不行。哎，这个要统一。那么儒家呢，强调的是什么？是清明上河图，是人际关系啊，都是这个圈子，这个圈子，我们是都是处在这样一个这个从绘画角度讲，这多点透视，这是单点透视，这是多点透视。你看着每个人的场景，《论语》也是多点透视，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你再去看看黑格尔，单点透视，哇，一个系统一个概念从头讲到尾，绝对精神，它是单点透视啊。所以，但是呢，就是公共道德这方面一定要讲多点透视，单点透视。所以孙中山先生讲了“民族亡”啊，这是他在孙中山讲这个三民主义里头讲，民族亡了，家族便无从存在。他说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吗？列强来了，你跟老百姓说什么？你就说他们都不管啊，反正我们家族没事都没事。那你跟他讲，你民族亡了，你家族也活不好，家族你也存在不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团结起来。所以列强来了，日本人来了一下，咵，我们就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甭管有多少土匪、地方武装、军阀。
日本人这是统一的，这个就团结起来了啊。完了，我想补充的是，民族活不好，你家族也活不好。就是说民族你活不好，家族你也活不好。所以当然这个从实践操作来讲，可能要从社区、从城市开始讲，而不是从完全从国家开始。就是你雾霾它不管你是谁啊，你是亿万富翁，你住在那儿还有雾霾啊。当然你可以把你屋里弄好。所以我回到北京，我去年前年都回北京，哇，所有的房间都有空调，那热空气排到外面。当然这是个象征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大家都往外排的是这个，最后我们假如都是种树，都是不开车，都是走路，那个结果就说大家都要关心这个才行，是吧？这个法治道德这两方面都得有啊，光有道德没有法治，道德是往上提升，法治呢是这个保底线，这两方面都得有。你在下面抽着，上面抓扒着，这个人就提着劲儿活了，否则的话往下出溜没人管，又不往上提升就麻烦。所以这个总的来讲，我就是这样总结一下，就是儒家又讲情感又讲功德，这两个方面，就是说从情上讲，我觉得还是要将心比心，从内开始，但是治理方面要从理，要从整体开始，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就是第二点要加强。最后啊，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儒家，我也相信儒家，所以我也是为，虽然我也坚持我的立场，就是和而不留，最后我还是要为儒家来鼓与呼啊。第一啊，我就是总结一下啊，儒家呢还是最讲道德情感啊，最讲道德情感。第二我就不展开了，儒家呢是最讲理性，彻底的理性啊，可能有的时候太彻底了，有时候觉得又好像冷冰冰似的。正是因为他这个理性，所以他才一直坚强，因为他觉得本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好地，所以他这个儒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进来，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思想，它是相信现世的这个改善。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忘了，儒者不是我光冷冰冰的，儒者是快乐的，因为仁者无忧啊，没有忧愁的，不论什么事情发生都能接受，虽然很难做到，很难做到。但是仁者不忧，真正是仁者是不忧，特别是我们到了老年的，能不能像孔子所说的乐以忘忧，有没有忧你把它排斥到一边，因为你太乐了，发愤忘食，你有事可做，你要有一个事业要奋斗，所以呢最后呢你就是快乐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啊，我们都一起学做儒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徐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生动、非常深刻的一个讲演。剩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几个问题。两位。好，感谢李教授的精彩的演讲。我想提出几个意见。其他宗教，譬如那个基督教跟那个佛教，那个宗教跟那个政治是分得很清楚。对，譬如你那个耶稣嘛，他是给那个当政者迫害。对，那个释迦牟尼，他是放弃做皇帝，去做那个出世。但是儒家那个政治跟他是很密切的关系。对，所以有人评论那个儒家是一个政治的工具，统治者的工具，有这个说法。譬如你儒家里边嘛，它那个定位这个概念很重要。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他没有说，如果父亲没有尊重责任怎么办？父亲吸毒、赌博、家庭暴力，这儿子应该怎么办？好，君君臣臣，君腐败。贪污、滥权、迫害人民，那个臣怎么办？所以过去的士大夫，你看他们，如果那个王帝不重视那个大臣的忠厚的意见，
他们唯一一条路就是死，没有别的路。嗯，所以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啊，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那个佛教也好，这个基督教也好，它更强调的是一种脱离政治的这个解脱。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政治变化的时候，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立性。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呢是新的解脱。那么儒家呢，是要强调除了新的解脱以外，更重要的还要现世的解脱。所以他的入世精神决定了他不可能彻底的跟政治分开，但是他可以跟一个时期的政权分开，他可以跟时期的这个政治组织分开。他在民间来讲，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假如是我们的社区团体做出来的话，他可以和实际的当权者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可以做到。也许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关于君和臣。君，那如果你不爱你的君臣有义，对吧？你如果你君没有做到义的话，你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了。那么父亲可以吸毒，你是一个 biological father， 但是他不是一个 moral father， 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所以在这个方面，他儿子可以去劝说父亲，但是儿子不需要去。你父亲说让你去吸毒，你就去吸毒吗？那是欲忠欲孝，不是真正儒家讲的。所以孔子讲你孩子对父母的话呢是要尊重的，但是呢也是要讲方法的。那曾子呢就是说，如果爸爸打我一巴掌，那我就忍着；如果爸爸拿一棍儿要把我腿打折，我不能陷父母于不义，我一定要跑。打不，你不能。有的孩子呢走得更厉害，你要法家走，我躲过来了，干嘛打我？我要打你，那就乱。这个是儒家的底线，我可以去找警察，我可以找社区，我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让我父亲把我腿打折，因为他等他酒醒过来了，等他迷得过来了以后，我做了什么呀？这个儒家在这方面不能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不能认为就说啊，即是父所有的一切东西，父亲说的都算，不是这样，啊。我想到一点，儒家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这之前还有一个正心，啊，就正心啊，是儒家的这个核心所在。对，那么儒家如果。我们在这儿来讲，在这个大厅里面，有谁说我没受过儒家的影响，请举手。换句话说，儒家它不是个宗教，但是它感染我们中国最深的，在世界上来讲，其他宗教做不到，以色列做不到，印度教也做不到，所以基本上儒家不要把宗教。带着自己光盘拿过来，他基本上他就是感动的是里面和外边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如取第三讲的一句话，儒家如果把它拿来做宗教，那是最合理的宗教。所以我感觉儒家是一个人做人的一个标准，你不要做神，做神我们大家没有兴趣。那可骗人嘛，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学儒家的精神，就是说先要立身养性，爱人如己。这国家也是一个大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被国家骗，还要爱，把我们心这个爱啊散发出去，这就真正儒家的精神。张先生这个问题说有谁没受过儒家影响，我不知道邓兰甫老师有没有受过儒家的影响。骗人的。我看到这一百来年啊，儒家这个教传统的教育受到了很多冲击和反思，不过四色也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而且也受到了批判。对，但是在中国民间的话，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实际上这样是浸透了所有的儒家的很多儒家的那个文化在里面的。是，而且我觉得儒家孔子很多说法，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典型的代表。对，是吧？对，所以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孔子那个时候已经听任了中国文化的
以后他才发表了很多学说，包括认为你。对，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儒家它是一个全民的普及，它是一个我在原稿里头有讲，他说这个儒家它是全民皆兵，它是全民皆兵，这个兵呢是一个引申的意义啊，就是因为他你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家庭，那你这个父母受到这个教育，他就会潜移默化的传给你。对，哎，还有中国，比如说儒家很强调君子。后来我发现君子的概念在《易经》里面已经强得非常厉害，嗯，所以说这实际上孔子也是继承了中国的文化的一种表现。对，还有我看到中国现在很多著名的学者，于丹、余秋雨、余秋雨我认为是中国现在最大的文化大师，嗯，所以是很推崇那个儒家的文化，所以这里面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还有我看到那个70年代的时候，汤恩普说过，就是说。70年代，那这个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中国最处于底层的时候，当时他就说，20年代世界的希望就在于是不是实行孔子的学说和大乘儒教啊。所以这一点是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的鼓舞。是。另外我说了，你说那个孔教，实际上我认为是对跟儒家是本身是冲突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概念。尽管那个你说那个康有为是推崇这个儒教、儒家、儒教，但我认为这首先它的方向本身不一定正确，而且我认为康有为本身是个小人，他这种推崇儒家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嗯，而且在当时在大革命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合适的。好，干这种。啊，李老师好。我想那个跟您呢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管是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从人本体出发的。嗯，就说文化呢，毕竟是人类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我们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反思逐渐产生的。那么跟西方比较起来，儒家文化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比较入世的，嗯，它不太解决呢，就是天之外的这些问题。那从就刚才我讲的文化，它是从人本体出发。从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而言，我们的生命呢，它都存在着理性和感性。对，就说基督教也罢，或者是佛教也罢，它都基于人的很多感性的东西。对，而我们佛教呢，基本上呢是人的理性发展到某种阶段的一种体现。对，所以我们说梁漱溟好像讲过，这个儒家文化是早熟文化，就是说他呢已经把问题都想清楚了。我想孔子他肯定知道这个我们用人格化的东西在《诗经》里头，他肯定读到了这个它是有作用的，但是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理性的道路，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转折。所以从这个我就刚才讲，就是从《诗经》里头，你还看到昊天呐、上帝啊，还在那里讲，但是到了《论语》里头就很少了，那就到了《荀子》就彻底理性化了，那么这个里头。我并没有，我不是讲，就是说感性那一方面不需要，而只是说儒家的根本立场这样。那么，究竟我们怎么样把感性的一部分引进来，但是又不加入形而上学的假设那些来世的东西？因为这是儒家不想讲的东西。这里头可能有个转化，到底怎么样转化过来？这个需要下一步进一步研究。哦，我的问题是，就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儒学和西学的一种比较。对，我觉得从我出国以后，因为我在国内也是学点文化的，嗯，出国以后我觉得呢，西方文化实际上呢和这个和我们的儒学呢是两个文化概念。嗯，我就觉得呢，就像那个我们讲，比如说我有小小的生活的例子，不排好，就是比如说我们东方文化是苹果，我出来以后我感觉到呢，西方文化就像 plastic， 就像塑料一样。所以我觉得呢，就刚才接着前面的话说，西方文化它包括基督教那个佛教哈，就非我们儒学的，它有感性的成分。那我们呢哈，儒学是真正讲理性的。哦，但是儒学也讲感情的，也讲也不是光讲。就是从那个本体意义上、宗义意义上来讲。那这样的说的话，
我们做这种底角的话呢，从策略上来讲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是就从它的影响来说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是它这种研究是不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策略的考量，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再做一起啊、这个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儒家的立场是什么。那么我也讲到了，当你需要面对一个选择，是选择用为了强调效果而相对来讲不强调理性的逻辑一贯性，还是强调逻辑的一贯性，但是你就少掉了那个感性的安慰的那一个效果。这一方面呢，但是我们会有其他方面的办法来改，比如说用诗歌的办法，用礼，儒家用礼啊。你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礼，是不是？你人去世了以后，我们做一个礼，就是我以前对礼不太理解，到最后呢，等我父亲去世了以后的2008年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去世以后，然后因为我们洛阳那个地方呢是和老城地区，是非常强调这个，因为它是周朝的地方呢，就是说很讲究这个传统，所以那个礼仪整个一套下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礼啊，它是引导你的感情，你有这个感情，你要有宣泄的手段，但是又不能走偏，所以要有一个礼来控制。所以等到这个礼整个都过来了，一年周年，然后三年等等，这一下来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孔子还是很心疼人的，他不会说像庄子一样，老婆死了敲着盆儿，骨盆而歌呀，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就是如此吗？哇，那个不容易啊，人到那份儿你的感情在啊，所以孔子就搞一套这个理智要有宣泄的一个手段，最后你才理解哦，过了一年，过了两年，过了三年，哦，这时候我理解道家为什么也有吸引力，因为最终你是来自于自然，回到自然，但是在这中间你的心过不去啊，你要想过世界上最心疼的我的人走了，我怎么活呀？那个时候我讲了半天哲学，我就不懂，最后这个在实际生活当中我就明白哦，孔子是非常心疼人，所以他才有这一套见识，他给人一个关怀，给人一个关怀，所以他，但是呢他不会去用那些说啊、哦，你的父亲现在在天堂啊，还有怎么，他不会有这个，但是他会想，他有没有立言，他有没有立德，他有没有立功，他有没有在这个家族有贡献，他是这个又回到了儒家的东西，就是现世怎么修行。我觉得光是从效果或者结果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不管是理性或者感性也好，我们如果只讲效果的话。那从我们现在，比如说世俗化的角度啊，因为世俗化大潮嘛，是吧？从现在那个世俗化大潮讲呢，那我觉得理性的儒家还是有它的优势。对，世俗化大潮这个过程当中，世俗化大潮有很多原因啊，对，很多原因，我想科学普及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对，所以说，任何什么角度来讲，儒家都是有它的优势。这个几了好几次了，对啊。好，很感谢那个李老师的这个演讲，收益匪浅。我也非常这个比较赞同，就是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这个中国的儒学是讲究入世，西方的哲学，包括西方的宗教，还有这个佛教，它是讲究出世。所以西方的这个哲学还有佛教呢，它就是追求一个。就是彼岸的世界，寻求精神上的一个解脱。那中国人呢，他没有，他在现世的世界中呢进行挣扎而得到解脱。所以中国的这个儒学呢，他的这个人性的理性呢，比西方的这个哲学要早了2000年，他的这种启蒙早了2000年。所以我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观点，你的就是你进行对比的，你这个对比的基点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大家都讲究儒学，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讲究儒学，世界我们要复兴儒学，但是我就特别疑惑，
我们为什么要复兴它呀？它的复兴的基点在哪里？我们复兴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难道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这个强势掠夺性，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精神上空乏了，是这样的吗？我对这个问题非常困惑，因为很多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我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对比到底为了什么要对比啊？首先一点，我觉得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西方的佛教也好，西方的基督也好，他们都是超世。刚才我已经讲了，他这个超世是一个姿态，他最后也是强调修。你去教会里的人说，你来教会干什么呀？为了得到永生吗？不是，我说现在我要活得好。他不是光讲，说凯撒的世界杯，凯撒这个耶稣基督的世界杯，不是说这一句话完了以后所有都分开了，我还是要现世，还是要活得好的。在这个人本这个基础上，这是相通的。儒家的也好，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基本的都是人在这里，人要活，人你想活下去怎么活好。那么他们呢，造了一套系统，他加上了这样一个你说是超越的，要形而上学的外在超越等等这一套系统。这一套系统是什么？这一套系统的目的是什么？你说你要不好好做人，下辈子你就变成一只老鼠。这个下辈子去谁去证明？它实际上是一个姿态，但是吓唬你是为了你现在不要作恶。所以不要用，这是一个看上去是外在，实际上是反馈回来。但儒家他不去，因为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一旦你假设那个，别人就要问了，那东西你怎么证明啊？有还是没有？孔子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呢就不去讲这个问题。就佛释迦牟尼也是一样，释迦牟尼说这个世界有限无限啊，无际，这个问题是无际，我不去讲这个问题。我要能讲的是我能讲清楚，所以他也有很理性的一面。就不要认为他们讲超越灵魂啊，就是说根本不管现世了。你要去跟真正的基督徒去谈的话，他们会说你对我这个不理解，我们是想怎么样过得更好，现世的也要过好，但是我们比你还高明一点，来世我们有一个地儿。我的教会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你要不信我这个，你到时候死了以后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我说我现在的先找好我怎么活好现在的那个地方，不归我管。如果我现在过好了，我已经做到我做人从生到死我所能做的那一部分，有也好没也好不是我关心的事，这是儒家观。所以这个基督教和佛教它不是说完全超世这个理解。所以基点所有宗教，你把其他宗教拿进来也一样，基点就是人，人要活，要活得好，怎么活得好？一套文化系统都是为了让他活得好。有的呢，他有一些学说在后面；有的呢，他就是直截了当。这你人道主义，他就讲究人，尊重人，爱人，他就没有那些假设。所以儒家呢，就相当于这个接近于西方的人道主义。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资源在里面。忘记了第二个问题，你是指的是？他说为什么要复兴儒家？哦，为什么要复兴儒家？那么刚才我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文化的基因它在哪里呢？我们想活得好，那么当然你可以自由去选择。现在有这么多，就市场上，比如说，我觉得文化呢就像不同的音乐啊，那么你有时候你想听摇滚乐，那这个对你合适，你就听摇滚乐。只要它能让你活得好，所以多元文化，我觉得儒家跟多元文化没有本质差别。但是就是说，复兴呢，是因为它被无缘无故的就是阉割了。那么它还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这么多人有希望它回来，这样我们不可能全部都信基督教，中国这么多人。我说不可能都去信佛教，这都不现实的。那么文化，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认为就是说这个是复兴，这个是不是有后面有些政治目的？我说这个我们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民间的需要，心理上的文化上的需要。Renaissance 啊 Renaissance 对
那个女的啊。我倒是普通话说的不太好，是几年前学的。我觉得不一定是儒学，我觉得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每一个民族也它就跟如果我们完全的到西方的一套去，那么我们过了一两代以后，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主要的部分，而且我们的文化根源也是没有了。因为如果你完全去跟着西方那一套的话，我们很难保存我们祖国的自古以来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我觉得研究中华文化的还是年轻人不太多啊，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因为我知道希望在国内的或者是中国人的社会在小孩的时候多一些给他们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因为历史更那个文学更那个文化哲学方面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族如果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跟那个文化，他们是没有将来的。所以我希望你就怎么样办，就是在年轻一代在基本上正规的学校从小给他们读中国的历史跟中文化，不单是儒学，我觉得中国还有其他的，好像是庄子其他的也是很好的。那时间比较紧一点，那么我们就这三位好不好？问题简短一点。王校长。有一次一个牧师跟我说，我知道你们搞中国文化不信教，我不知道你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以任何形式吧？比如说通过倡导啊，或者是提倡，或者是设立啊，在中国有一个国教，来说不上统一吧，反正就是像那个中国人、中国文化呢，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凝聚。好，那两个问题我简单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知道你们不信教。这个潜台词是，不信教的人是不是就有点错了？你们怎么不信教呢？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教是哪个教，是吧？基督教。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不信教难道是错误吗？就像中国的小孩见了面说，哎，你怎么不弹钢琴呢？对。难道每个小孩都必须弹钢琴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不信教不是一个错误，不信你的教更不是一个错误。我在基督教，我在渥太华的时候呢，就遇到那个问题。我因为研究哲学，所以我去不同的教会，联合教会什么其他的那个莲花见证会啊，什么救世军啊，什么都去。结果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不小心把我跟莲花见证会这个关系告诉了我这个一个教会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就找我。Dr. Lee， 他是个洋人。I have to talk with you。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听说你跟那儿有单线联系。我说怎么？他们是邪教。所以这里头一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分派，然后就出现问题。所以我呢是当时我是采取一个研究的态度。那么后来随着我对儒家的认识越来越多，我对儒家的这种观点比较欣赏。刚才还是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对对，就是设了一个国教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对，这个从现在我讲，就是我们想法是民间来做，那么多元的，尽量不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跟政府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做法，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将来有没有人会这么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呢，我觉得这是就像过去的书院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方式。这是我的想法。梁老师，我提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没有，就是我问，三纲五常是不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呢是党老师曾经讲过这个啊，这是补充一点，这个补偿呢它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教化，是吧？那么这个三纲呢它更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这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对，那么他这个呢你可以讲他可能在孔子这个原来伦理的基础上往前推到政治上是不是做得合适，我觉得可能的这个考虑，就像孔子讲孝，讲了半天孝，但是呢这个孝到了礼记里头本来是很活泼的一个孝的思想，到了礼记里头就开始变得僵硬，再到宋明越来越僵硬，最后变成了后来五四文化运动时期都说的是满纸全是吃人，这个孔子这个鲁迅说的这个呢就也当然走的有点极端了。历史上有没有愚孝啊？有啊。有没有愚忠啊？有啊。但是你仔细看看孔子原来怎么讲，这是说全面的准确的理解原来孔，但是并不是说孔子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不需要任何改变。你去看看圣经，那里头有奴隶的，有这个那，有的是暴力的，这个，他也经过改造。可以说，耶稣基督都是就是对旧约的一个很大程度的改造。你看，上面说十诫里头说了不要奸淫，是吧？那么耶稣怎么讲？你看这个女的，你想啊，奸淫这个 adultery 这个心，这时候你已经犯罪了，他完全把它内化了，就变成修心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是把好的东西拿过来，然后把它重新改造。整个历史文化不可能是个僵硬的，是个传统，是个传统。所以要看怎么用，包括君臣的这个意，君臣这个意怎么改成上下级关系啊？君臣有义啊，我们什么时候都要用的，上下级要有义啊，这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所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时候，他就有的，他说：“哎呦，我到农村去了，我看到现在民国了啊，共和了，民国了，这皇帝推翻了。这个祠堂里头写的忠孝，那忠这是在这边墙上，孝在这边，结果呢，那忠都给抹掉了，没有皇帝了，忠什么？”然后孙中山说：“不对呀、啊，忠于这个民族，忠于这个国家呀。”你不要忠于皇帝啊，你以为那忠就是忠于皇帝，现在要创造性转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信儒家的人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把他揪出来，这董仲舒说的啊，当时人这么做了，这历史上发现了一个愚孝的例子，结果拿着这愚孝的例子说，你看这儒家的啊，那你能不能从基督徒里佛教徒里找出这人怎么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都能找出几个害群之马，哇，都能这个走偏的。你看 Catholic Church 是吧，他们那个 priest 还有跟那个很多 sexual scandal， 你怎么办？你说这个是他们这个组织本质上引导他们做的吗？那就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要看这个整体学说，而不是看具体的某一个例子，你找一个反例子很容易。啊，最后一个问题给朱先生。我觉得李老师讲得很好，那么其实我也同意这位女士讲，你这个儒学，你拿宗教来跟他评语是，我不过有一点你讲得很好，就是把这个儒学就是我们这一生的此生的。佛教就是前身后面的就是基督教就是后面的。对，不过这两个宗教什么，我还是喜欢这儒家，他们宗教这个是离不住的。好像你说这个效果好一点啊，把他们搞得好一点，好像印度这个，你刚才也说了，这女的她给人家强奸了，她都不敢去告，她因为她是奴隶，她因为她是奴隶，她是一路都是要转世，有很多是低等的，她都是因为高的就是高俗的，印度教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宗教反而做得不好。好像耶稣他说你刚才说死了
死了到哪里去呢？上天堂？那你死了到哪里去呢？天堂有这么多位置吗？你今天做坏事，黑手党，你今天告解了以后就没事了。那么也鼓励人家就是告解了就没事了。就今天你敢过，我还是送你上天堂。你不相信我，我做了很多好事，你天堂都不收你了，这个也是谈不过去的。不，我相信刚才这个瑜伽的，就是孔子的，很好，他是一个生活的艺术者，他什么生活都要。刚才你说就是，夫要子死，子不死，是为不孝。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这个不是孔子讲的，是后面这个傅瑜讲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孔子是问孝，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教。他是一个艺术的生活者，把生活又打到政治里头，三纲五常一定就是儒学一部分的。那么还有国教，不用国教，因为从董仲舒儒家以后，还有这个历朝历代都是把这个儒家的打到我们心里头。他不是每一朝不是利用儒家的来统治，其实他是统治者是利用法家思想，不是儒家思想。不过光武帝提倡这个儒家教化万人，又到这宋朝宋太祖宋两兄弟也是提倡儒家，到宋朝这个儒学大兴，所以这个一路历朝历代都是我们把这个心已经打进了，不管我们炎黄子孙到海外到哪里，在中国也已经儒教已经在这里，不用国教，不用想用一个神，用一个儒教偶像这样来，这个我认为就没这个必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疑问就到这里。这个李老师给我们讲了非常好的一堂课，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他。我们还有机会请李老师再次给我们解释问题。另外呢，我讲两个通知，一个是下一星期我们是讲这个，请吴巨之先生讲这个诗话，就诗的欣赏和评论。就是古诗的欣赏评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今天我看到有很多新面孔，第一次来的，待会儿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来问你们留一个电子邮箱留下来，将来下一次通知可以发给大家。那么今天就到这里。第六期的也可以来。第六期的整个通知啊，如果要的可以来这里拿一下。